大家好，我是山道轮子。Hello， 我是山道荣子。哇，吴卓源今天的表演真的好辣呀！刚刚偷偷拍了几张照片，我要赶快来 po IG 发现动哦。哎，轮子，听说你今天是走路来的？是啊，前两天去保养车子，不小心去山道轮子，有够废，笑死。好了，不说了，我差不多要下班了哦。咦，还没有开始上班，你就准备要下班了，钱怎么那么好赚呢？我们都还没有介绍典礼主持人出场呢。那你介绍啊。哇哩咧，真突然。让我们欢迎节目主持人邵大伦吴义荣。Hello， 各位现场的朋友，台嘎后，谢谢轮子与荣子帮忙开场。感谢点名也得主持人，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吴义荣。大家好，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大任的邵大伦。哇，来来，掌声，掌声，掌声一下。好，神蒙钢枪，神蒙台嘎安之 C 啊！刚刚模仿了一轮这个 AI， 对，现在很流行嘛。嗯，山道轮子跟山道荣子，哇，我头都在边家为了我告白啦，每次跟他豆皮寿司，赶快，真的是有够废，笑死！AI 明明就是学人类讲话，现在颠倒过来变成是我们在学 AI 讲话，这像话吗？是、啊。哎、欸，不过这个现象级的声音表现方式，其实蛮符合我们今年金钟奖的主题——碰撞。碰撞。其实碰撞一直都在发生，像五八。广播金钟典礼的直播平台就很碰撞，是的，电视频道可以看三立都会台、三立 MOD 综合台、三立国际台，广播可以听好事989。是的，至于网路呢，我们可以看金钟官方 YouTube、 三立电视 YouTube、 金钟五八官网、文化部 FB、 Vido Vido YouTube， 还有三立新闻网直播室、三立新闻网 YouTube、 中华电信 Harvey Media， 还有 Line Today、 Line TV。 哇，除了播出平台他真的有背对对对对，但是我们今天得砸洗干。对，除了这个播出平台很碰撞，其实啊，今年也碰撞出了很多火花，像是大伦就是代表人物之一，啊、不敢不敢。金曲奖、金音奖、走中奖，还有最重要的广播金钟奖，他全部入围耶，太厉害了吧！我还不是靠这些衣食父母啊，谢谢你们呐、啊。真的啦，但是吼，我就是干那一项我较袂向啦，就是演戏。易容姐那真是碰撞的不得了了，哎、欸，这两礼拜盖无赢哦吼，今日要主持，后礼拜要得奖呢，入围电视金钟奖戏剧节目女配角奖，掌声鼓励鼓励啊！谢谢谢谢。但其实啊，我们这种碰撞还算是轻的，还有那种重中之重的碰撞。哦哦，你是说？儿童节目奖入围三项，儿童节目主持人奖入围两项的小猪姐姐吗？对呀，小猪姐姐就是这么的无私，好节目怎么能藏呢？一定要一次让大家听个够啊！对了，没错啦，要听个够，没错哈。这个台上大家等一下上台来呢，哈，感言也是不要藏起来，能畅所欲言，我们尽量讲。哎，不过还是要讲重点啦。我今天特地带了表上来，我们时间有限。对啊，那这个前辈我是不担心了啊。那当然，哎，今年有一个特别的现象，也是有蛮多第一次入围的伙伴呢，哎，就可以畅所欲言了，一定是你美好的回忆，对不对？哎，像是这个艺术文化节目《The Show Must Go On》的逸勋，逸勋在哪里？举个手一下好不好？逸勋在哪位？恭喜恭喜！逸勋，逸勋。还有呢，流行音乐节目《声音回路曲》主持人乌巴克，乌巴克，哎呦，英雄出少年啊！恭喜恭喜，恭喜你们入围啊！如果有机会上台，该讲的讲一讲；如果时间到的话，学学宪哥，大手一摊说没事儿，回家看我 FB。哇这的确也是一个好方法。那今天呢，当然先恭喜大家入围，也祝福大家今天在不删到名字的前提之下，都有机会可以上台创造你的荣耀时刻。没错，